玩不累，玩不累，嗯，你快过来，跟我一起玩魔法烘焙魔吧。法烘焙，对呀，你不知道吗？我就是。他就是仙境里最厉害的烘焙师啊！不信你过来看，动画里正放着呢。哇！没有什么不可能，搅一搅，转一转，上下跌倒左右翻，转是我的乐园。新奇事物处处见，像美影梦实现。光临爱丽丝魔法烘焙屋，让我为你服务。哇，好神奇的动画片，连台词我都记住了。把不可能变成可能，用创意解决任何问题。蛋糕不一定要生日的时候才吃，非生日蛋糕，无论成功还是失败，无论开心还是不开心，都可以吃。总之呢，这部动画整个就是非常积极向上，而这个爱丽丝啊，就是我小时候那个《爱丽丝梦游仙境》里那个爱丽丝的孙孙。对，那我们也来试试吧。好，啊啊！完了，我把嘴关不上了。我们要做复原蛋糕，先加入面粉和鸡蛋，再加入复原芝士，搅拌搅拌搅拌，倒一倒，倒一倒，烘烤。我好帅，那好，要一起来工作吧，一起烘焙。那好了，复原蛋糕做好了，给你吃。嗯，好了，我还会做信心蛋糕。先加入面粉，再加入信心芝士，搅拌，搅拌，搅拌。哦，卷起袖子开始烘焙，开始搅拌制作美味。我好帅。好了，这个是信心蛋糕，只要你吃了它，就能信心倍增，减肥成功。哦、好，快冲一下，一定会成功的。我已经开始让我信心倍增了。我知道了，这次我要做停止蛋糕。快跟我们一起来看小烘焙师爱丽丝探索美食的奇妙成长旅程。